出牌啊！这张牌要是一出，弄不好要放炮啊！哎，你到底出不出啊？出，一饼。哎，搬这儿来。嗯，糊了。怎么？这边一杯茶水，一张报。八点上班，九点到的机关炮。正是大清理藩院的公务员隆科多，此时的他正在悠闲地打着巨型麻将。可是从今天开始，他有活干了。大人，刚解了一个新关押的，关进去不就得了吗？大人，这个人恐怕得您去安排才行。什么人？是十三爷。一瞬间，隆科多脑海里都是他六叔说的话。差事，我可以给你一个，可是机会，你得自己去找。这不就是机会来了？隆科多赶紧一路小跑的去见十三爷，一见面就恭恭敬敬的行了一个大礼。十三爷一愣，这儿怎么是你当差啊？那能伺候十三爷的不是奴才的福分吗？等等等等，